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。你看，黄金之国也好，落日之国也罢，都已不复存在。传说这里的茫茫沙海之中，曾蛰伏着一只上古巨虫。这巨虫平日里沉睡地底，无踪可寻，一旦醒了便会钻出来吞噬人畜。偏偏它外壳坚若磐石，寻常刀斧弓弩难以穿透，往来商旅不敢靠近，周边小国更是苦不堪言。适逢一只黄毛貂鼠下界，途经此地，感应到那巨虫身上似有无上佛力，于是施法镇住巨虫，收为己用。小国国王大喜，将鼠妖奉为护国神圣，更为他建庙塑像，世代供奉。鼠妖徒修炼方便，干脆留了下来。后来鼠妖神功出城，掳走了唐僧，与孙悟空激战于黄风岭，一时风沙蔽日，日月无光。那鼠妖的神风着实厉害，若非灵吉菩萨出手，怕是真经难取。只是没了鼠妖所镇，古国自是难逃覆灭的劫数。而原本水秀山清的黄风岭，也变成了今天这般模样。